最近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，就是有一个山西的一个小学的校长呢，就是带领全校的700名师生一起跳这个鬼步舞，就是说这个新闻甚至火到了国外啊，当然他们很出名了，也上了热搜，也上了头条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出现，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青少年的教育是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。就像前一阵子有几个这个小学的班主任啊，带着自己的孩子，这班里的学生集体给肖战打圆，给什么王一博打圆，这种就是利用学生来满足他那种追星和追求出位博热度的那种心态，简直是误人子弟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学生在学校就是接受学习，老师的这个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，而不是出风头，所以我极力反对这种出。